一大清早，29位慈济志工来到大林大爱幼儿园，进行一个月一次的大清扫，忙进忙出，要给孩子们干净的学习环境。像比较高的电风扇啊，那这些地方其实是很容易去累积很多灰尘的，那真的就必须要透过每个月这样一次的大清扫，那帮我们的一个公共环境的空间做一个更好的维护，那让孩子提供孩子一个更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。扫净尘垢也扫心地，师兄师姐和老师展现团队精神，欢喜付出。师兄师姐在这样子大环境里面，大家分工合作，这是一个和和互协很好的一个表现啦。当然在这个环境，我们主要是将环境打扫好，但是在我们反观心理上，我们心灵也要做一个环保。透过无私奉献的行动，互相学习，共同感恩，一起留下美善身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嘉义报道。